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所以他就北上到天津。在天津的时候一直在联系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们找这个复来的故居呢，这个通过这相片，跟这个体量都是差不多少的，位置基本上是一致。这是白求恩精神的发祥地，新中国卫生事业的摇篮。一看到这个白求恩像，就想到这个当年柯棣华、傅来是在这里战斗，大家都要发扬白求恩、柯棣华精神。当初这个大院是三个小院，啊，住满了伤员。投傅来来之前啊，这个白求恩就在这个解剖室，做过解剖。傅来到这个晋察冀来是赶上晋察冀最艰苦的这个时期。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前线医疗条件落后，伤兵和百姓得不到及时治疗，当时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都为此做出了很大努力，积极争取外国的医疗资源。1938年3月，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延安，并向毛泽东请战。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也改名为白求恩学校。1940年，印度医生柯棣华成为卫生学校的第二位洋教员，并接替白求恩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此时，
理查德正从北平平西情报站赶赴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几个月后，他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理查德施泰因成为了傅来。到了晋察冀以后，他就给聂荣臻司令员汇报了他的来历、学习的专长。聂司令员听了以后呢，就给他取了傅来这个名字。傅来因为又是自由的意思。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急缺医护人员的情况下，傅来在晋察冀这片热土与柯棣华一道，开启了为中国革命并肩战斗的日子。柯棣华和傅来在这个白校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教学。傅来这个人呢，说话幽默生动，他讲课生动，学员还是很喜欢他的。一个印度人，一个奥地利人，初到中国，他们那个汉语说的都不好，军区要给他们配翻译，他们都不要，就是一定要自己把汉语学会，要自己讲。大约他们都是在一年左右前后，汉语就说的都很好了。他们都很刻苦，就是真心要在这个地方干事儿，经常为了写教案备课，比别人要花一倍的功夫。他要先用外文写出来，然后用拼音、用汉字标注。因为他还是戴眼镜，这样的话他就很费眼睛。烈士陵园知道以后呢，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批给他两个。以后出门关系搞得挺好，帮助老百姓割麦收秋，给老百姓看病。他走了，他都给送你们一个皮牛皮包皮书包，我那不是小啊，上小，这装什么呀？他来以后，我就知道我姐是个中医，就厉害了。我姐有本《本草》，用这《本草》那个图纸啊图啊。看到才能药材，
研究的制药的，然后没家吃药，就是这主要吃这个，研究以后效果挺好，把这个经验介绍到片区。晋察冀边区传染病肆虐，没有药品，傅来就就地取材，他用缝衣针做针灸，在战士和老百姓中进行治疗和推广，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这个因地制宜的土方法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褒奖，并且通报了全军。这是一张二战时期著名的招贴画，感谢青霉素让受伤士兵可以安然回家。青霉素这些东西，也就是所谓的帕尼西林这些东西，尤其是感染、抗感染什么，那是一个灵药呢，咱们这边很难有嘛。抗战的时候就更不要说了，肯定得不到。解放战争的时候那也是国民党封锁的，然后他就自己想把这个药做出来。1944年，傅来接受派遣来到延安，在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缺医少药、艰苦恶劣的战斗岁月里，傅来利用美国援华委员会寄来的青霉菌菌种和研究资料，自己动手建起了简陋的生化研究室。没有培养细菌的恒温设备，他就和助手在窑洞里自己造了一台土制的恒温箱。没有不锈钢的发酵罐，就用小口的玻璃瓶来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他就定时进入培养间，自己抱着瓶子来回摇晃。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他经过了50多次的反复试验，在当时没有任何工业的陕北穷山沟的窑洞里，研制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初制青霉素。1945年5月20日，在延安大礼堂举行的首次医药学术报告会上，傅来介绍了他带领两位助手试制青霉素成功的经过。被称为救命灵药的青霉素，终于出现在中国革命的战场上。三岁的时候，我在野战医院工作，太原还没有解放。有一天，在这。这个青霉素，他创造的这个青霉素，那时候他送来以后，大家告诉我怎么办用。正好有一个三月需要做手术啊，我就把他那个处置的节目用布在那个三月的那个山上。第二天脓没有了，长出新肉芽，他表示很满意。他说我要继续给你送。当时美国生产青霉素刚刚3年，中国就有了自己的窑洞青霉素，这对当时抢救和医治前线的伤员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医学界的前辈们还说，如果当年早点有这个青霉素，也许白求恩就不会牺牲了。战争岁月的洗礼，更加坚定了傅来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脚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成为傅来生命中不变的热爱和信仰。因为他说共产党就是为劳苦大众、为人民的，他觉得这个组织是他理想的，所以他一定要加入。在北校他就申请了这个加入党的组织。1944年秋天，经聂荣臻司令介绍，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的彭真同志亲笔签署了批准傅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新中国成立后，在艰苦的革命岁月中，早已将自己融入这片土地的傅来积极申请加入了中国籍，继续奋战在新中国的卫生医疗科研领域。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期间，他开创性地建立了中国医学信息网络，对沟通国内国际的医学信息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主持建成我国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60年代初，远离故土已经24年的傅来，收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傅来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很多人猜测他不会再回中国了。去的时候他才40多，不到50岁呢，所以他那些同学都说，你再回来绝对有你的工作做，你在那儿已经做得不错了啊，就是说会更好。但是他说他离不开中国。傅来说，葛公是我开始学中文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的老家。是参观纪念馆。傅来同志怎么写的呢？不能忘记老区人民，不能做对不起老区人民的事儿。那傅来的那个脚太大了，罚的那个鞋他穿不上，就是很受苦。老百姓给他做了很合适的鞋，他觉得哇，真舒服，真好。你说老百姓对他多爱护。经历了2次反扫荡，使我懂得了中国贫苦农的伟大。他们宁可自己吃糠，也要把仅有的粮食捐给前方的战士。为掩护部队和疏散伤员，牺牲了多少自己的儿女？为什么共产党人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就是因为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一天也活不下去。父亲在晚年时，只要他一提到晋察冀，就很兴奋，眼里总透着一种少见的眼神。他还说，在晋察冀工作的3年，是他一生中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他最有激情、最幸福和最为怀念的时期。有人就问到他，你觉得在中国那么多年值得吗？他说他觉得很值得。